今天咱们开箱一台17年前发布的手机诺基亚 N73， 搭载了经典的塞班系统，这可是当时手机界最顶的智能手机系统了。 N73 是诺基亚 N 系列最畅销的型号之一，有用过 N73 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扣一波一。首先介绍的就是极为先进的可拆卸式电池，然后是极为先进的 3.5 毫米耳机，这个是耳机的控制器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诺基亚 N73 竟然自带极不环保的充电头，活该诺基亚倒闭呀！这里还附赠了一张光盘，好像是某种驱动，有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？印刷比你的课本还精美的全套说明书，一共有好几本呢。这就是当年的街机之王诺基亚 N73， 这是我上大学时候的第一款智能手机，当年花了我好几千，害我吃了一个多月的馒头稀饭就咸菜。每当我划开这个镜头盖拍照的时候，一种摄影大师的优越感油然而生。令人称奇的是，诺基亚 N73 竟然能自行更换电池，估计很多00后都没见过这种设计吧。当年我买了4块电池轮着更换，没电秒换，那种爽感现在的手机是体验不到了。咱们按下 N73 的天灵盖开机看一下，这种全尺寸按键的设计我现在依然很喜欢。经典的诺基亚开机 logo， 这就是当年的智能手机系统的扛把子塞班系统。先玩一局贪吃蛇，这可是我当年最喜欢的游戏之一。 3D 古墓丽影，当年谁玩过？卡尔蔡司认证的320万像素自动对焦镜头，当年拍照绝对的王者级别。最近听说 N73 要复刻了，虽然它可能跟老 N73 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 N73 的老粉们应该很期待一睹它的芳容吧。